尖锐湿疣一般好发于外生殖器以及肛门周围，由人乳头瘤病毒感染引起，是常见的性传播疾病。局部接触后，皮肤有微小破损。人乳头瘤病毒 HPV 病毒在破损处侵入，感染表皮，刺激表皮增生，逐渐形成油状皮肤新生物。所以性行为、性接触部位是尖锐湿疣好发部位。男性尖锐湿疣患者主要是发生在龟头、冠状沟系带、包皮、阴茎体、阴茎根部、肛门、肛周、肛内。女性患尖锐湿疣患者容易长在大小阴唇、阴蒂、阴道口、阴道、子宫颈、肛门、肛周。如果其他部位接触有破损，也可以长尖锐湿疣，比如腋窝部、乳房部、脚趾尖、口腔等部位，但相对比较少见。